方曼呢？出去跟王恒十八相送去了呗。怎么还不回来呀？干嘛？不是，你说他有可能跟王恒今天晚上就不回来了吧？有可能吧。哼，王恒这小子真是。 现在就只有我们两个人了。你干嘛呀？你说呢？怎么样？ 为什么要逃跑？你那么紧张，把手给我。对不起啊。 不会是，不是吧？是啊，是你家吧？真的？爸爸。 进去吗？稍等啊，马上出来。啊，你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户外的定时采集方式有20多种，所以啊，哎，那个。